蔗、甘蔗类，拢是中寮出产的特色水果。南投县中寮乡为着要推广在地农特产品，特别在中心新村举办柳丁节的活动。我们今天把中寮乡所有的好的产品都带到中心新村来，让大家品尝，让大家吃到中寮的所有的水果、所有的农产品的好。我希望这一次的这个活动能够把中寮的农业推广出去，还有产业观光一起带动，把中寮推广出去。现场设了真侪单位提供民众来购买农特产品，真侪议员嘛来到现场，祝贺活动会当顺利成功。县政府嘛承诺，在未来除了推动观光以外，嘛推广农业来带动经济发展。我相信讲今仔日的这个活动一定会非常成功，啊嘛会当吼，予咱的农民啊更加侪收益，啊，予咱的这个刘先生发光发热吼。在伊就任了后，伊爱好好推广咱的农业，食在地啦吼，行销在地。所以今仔日呢，中寮吼本来过去伫北部、伫中部咧办一届特别伫咱这中心、咱在地来推广，予咱大家吼乡亲大家了解中寮呢。除了好山好水，阁有好的农产品。中寮咖啡赞。民众拢感觉公所举办这个活动真好，会当增加因的通路，可以有更加侪的收入。真好啦，真好啦，袂歹啦，干到小姐做农人的溜冰啦。民众一搭一搭去吃，而且嘛拢有购买农特产品，现场也阁有真侪 DIY 的体验活动，让大小朋友拢耍甲真欢喜。记者郭维麦采访报道。